大家好、啊、我是食神滔滔、啊、梁文滔、啊啊、其实呢我由18岁开始入行呢到现在呢已经超过50年的时间了，其中来讲呢我当然呢我获得的奖项是很多的、啊、其中两个呢我是最满意的呢就是一个呢就是世界中餐名厨议会颁给我 的形象大使，就是表扬我一样嘢，就是为我哋个行上行业咧系立一个榜样，就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同埋咧如何利用有限嘅资源咧系制造无限嘅创意，嗱就系呢两件事咯。咁另外一个咧就是法国美食会颁俾我嘅，喺2000年嘅时候咧就是嗰个 Star of Excellence of the Year，就是當年的優越之星，嗱，依兩個咧就嚟講咧，唔係咁多人有嘅，咁亦都可以話咧係表揚我對飲食業嘅一份貢獻。咁啊，我仲有一樣嘢我要多謝嘅咧，就係 TVB 啦。咁啊，我為 TVB 咧拍咗一個飲食節目，叫做《日日有食神》。咁其中咧個收視率達到32%，呢個咧喺雲雲嘅飲食節目之中咧就係好好少人達到呢個咁嘅收視率嘅。至於咧，我喺事方面嚟講咧，我最滿意就係我後面呢11個米芝蓮嘅推介，就係點樣咧？由2009年至到2019年咧，連續11年都係獲得米芝蓮嘅推介嘅。嗱，希望各位咧繼續支持我，加油！